滑雪哦，你们看到雪了没？你们看到雪了没？大家看，这像什么？有没有很像我们吃的金针菇？其实这是雪毯，等会我们就要在这雪毯上面滑下去，挺高的，还行。注意事项就是抓稳两边，啊。在下去的过程中不要动啊，好，就可以就是抓住这两边，然后呢就在下去的过程中不要动就可以了。挺刺激的，滑下来的时候真的是360度旋转啊，然后还有水，挺清凉的。我也觉得就很惊险，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就被拽下来了，很好玩，想多玩几次。哇！